这样从下面拿的，我锁起来了。哇，有锁。哦，这样比较稳就对了。对，它是在哪边？在下面。等下手紧一点吧。不要拆开。不要，大概这样拆就知道了。拆一个给他看。上膜会就换上膜而已，然后再加这个。这样就不能盖盖子了，对不对？待会可以盖啊。可以吗？有角那个角落好像坏掉了，不会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走个。
啊，这两个就没差了吗？只有这个正负有差吗？对，上面那一定是正。然后这个要推掉。来这边照，哦，有这边有这个，它会反光。就只有三个，还有全部不要猜那个了。一个罐子大概要使用个四五次才会封得住，所以我跟到时候他如果发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你那个同一个多封几次，大概就会中了，就会黏住了。这样看起来效果不错啊，不过最近封好几次，对啊，所以说我在跟他说。你同一个要封了好几次，就会黏住了。